遵守规矩啊，假如说你们要不遵守规矩啊，都有报应。也这里也很现实的啊，在明明不行他就要去犯啊，这样子就不一样。像佛今天讲说啊，这个佛啊给啊，今天啊过年，昨天是过年，今天开始啊，殊我慈悲啊，比丘比丘四众弟子一年来啊共度许多的考验，面对自身及众人之啊树叶，已经啊啊背持啊连参，诸子当知感恩哦。于是啊，地啊采购啊这个购物不便啊，而且因殊佛之愿心啊，将诸凡事啊一一啊啊入解备齐，方有今日之餐具。像我们这里的大家长啊，给他的是我活了阿弥陀佛啊，还有老师夏林居老居士，所以我也给大众讲啊，你们只要听话就赚到，不听话就把自己给害。所以这弥陀啊，夏林居老居同等与相关在啊，恕我临众之下须向前进，为诸子啊尽心而努力，为救世度众深息而前行啊啊，也给澳洲人了解啊，身体真的是科技科技，它就是你不能为这是宇宙总则。像我们现在啊认识这南无阿弥陀佛，它不是迷信，它是宇宙总则的真正的实行者啊，实行者来教我们人道啊有出路。所以我给澳洲人讲，你们可以的啦啊，每个人都可以，像我就是找回自己啊，而且不会累，不像人家一直在累，一直睡觉。而且我也给当作讲，我给魔动清洗很厉害的啊，还要带众生苦的，不是这么简单的啊。所以给大众讲，身体是科技的科技物啊，你们可以找回，就是不能自私啊啊，不能讲我一家就是我的，我的家。你看现在我昨天也给大家开示过了啊，你有的家啊，你必须要付出代价啊。这个东西啊，我也给大众讲，就是不能自私啦。可是全天下都自私，你们看魔众讲我要毁掉地球，我们有自私害的啦，没有谁害我们，都是自己害的啦啊，都会希望能够自主地过自己想过的日子啊，做自己想做的事啊，能够不受业力控制而不能自主，最好是心想事成。这个身体假如说你没有学佛，你有自私绝对不可能，不可能的啊，要看你的心了。假如你心是纯净纯善，它是宇宙真理，你这条路走得很好走啊。假如说你违背宇宙真理，你觉得很坎坷。我从小看到大，有的很坎坷，现在我回想起来心不对，心啊啊，心偏了。像我们人体来讲，心不能偏咯，为大众对自己帮助最大的了。像我们现在在介绍西方极乐世界，更真的如此啊！乃因西方极乐世界是自性佛性的世界啊，一啊弥陀四十八愿愿力啊组成世界啊，可在佛一愿建造的佛国土上啊，是啊众生灵性各自过想过的日子。或许有孩子问阿弥陀，难道没有众生想要做坏坏吗？那我要给大众讲啊，啊，现在我活了阿弥陀佛，啊，在这个西方极乐世界，啊，完全呢、啊、纯善，就好像说，诸善善人就一处。假如说你没有经历尽善，你要进入西方极乐很难。那现在就问说，那你看现在苏师姐还是这个相关大法师啊，在请众。人家爸爸来妈妈来啊，请众到西方，那我给大众讲，你们要听啊，这过去生都有修的啦啊，缘成熟啦
脱离轮回了。啊，像我们现在啊，在教学的，给这种叫人家积功累德。啊，这个积功累德就是做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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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做。啊，不要想你做多少，啊，你就是做。啊，假如说你今天恶劣，你就轮回了。啊，哪一天呢、啊？你在轮回之中，突然啊。啊，碰到你父母非常好的父母，他完全教你纯净存在，啊，完全教你啊啊，看好不看坏，结果你心地上跟佛就接轨了，啊，人生啊不打开没人知道的嘞。像我学佛三十天，我了如如掌，而且里面呢、啊、什么样子的图腾我都看得见。这个图腾可能大家听不懂啊，澳洲人也听不懂，就是你看看，要看你里面啊问题在哪里，看得见，这眼睛是无眼圆明，这就是修行啊。中国人讲修行啊，进化了啊，进化这个眼睛可以看得见的了。我给大众讲要听哦。啊，他说，或许还是问，他们说那没有终身要做坏吗？在世间，每个人各自想过的日子不同，啊，有的是想要过的偷抢，甚至做出伤害人、害自己是活回的孩子，希望这是诸上圣人救一处，使世界是纯净纯善。所以你不能纯善，不能净了，而且你有恶念，你没看到，啊，我们现在超度很多魔界。啊，魔界一进来，啊，到华净土，啊，完全的魔性就消了。这个魔性消，我也给大众讲了啊，这是人性啊啊。像我们家人道来讲，啊，你看，假如你很硬，他也硬；假如你柔软，有时候他也是比较好了。你柔软，我心软，也没有感觉。人道有，我看很多。所以这人道，啊，这个父母很重要，啊，父母啊能够把孩子给教好，这孩子以后不得了啊，啊，父母教自己也不好，啊，孩子这是白来的，人道没路的了，啊，为什么没路？会生病就没路。只要你生病就没路，此世界是纯净纯善世界哦，希望极乐世界，唯有善无一是好，啊，唯有乐无一是苦，而且智慧如海，就好像我还没回西方，啊，我已经是西方人了，我现在在这个啊人间，啊地球，澳洲人就听得懂，我是黄种人，中国人，啊黄种人也有东南亚啦。日本也是黄种人，啊，像你们美国人，啊，澳洲人，啊，你看看欧洲人，啊，大部分都是外国人，啊，是白皮肤的，啊，其实啊，都一样的啦，都是生老病死啊，包括婴儿期都一样的嘞，啊，所以我也给澳洲人讲，啊，故心不净不善，行不净不善，愿不净不善。啊，只是只与意识世界不相应，所以进不了西方。像我们给啊澳洲人讲，你没有听啊，这个人的身体它是科技哟，啊，像现在啊这个啊我在讲慈父南无阿弥陀佛啊，他要叫你们灵性啊可以回西方。不用死，全家都可以修得来。家里很爱你的老婆，很爱你的老公，很爱你的孩子，啊，全家来纯净存在就放业了，很简单啊。啊，像这个自私啊，千万不可。啊，自私啊，大部分都是害自己。像你看看，在人道来讲。啊，有福报没福报，没福报没人家一直做坏，样子就变了。
啊，这有福报来讲啊，你看一直做积德，啊，一天当两天用一次积德，样子就不一样啦。而待业往生者，啊，即使能待业，有不净不善之习气，但因为喜欢极乐世界纯净自在的大环境，不会令起众生起任何一丝毫的坏念头，故啊啊，即使待业往生者，啊，其不净不善之习气亦不起现前。现在在华经读都看得见，魔众在华经一进去，他都变了。你看现在看到我们的三十七年，哎，这个三殿都是义来的了，义啊！啊，集义集义来归顺佛的会下，像人道也没路了，像人道啊，这身体在是科技科技，而且你澳洲人很单纯的来，像我十几年进来澳洲人动作慢，啊，比如说一分钟可以做了。他要做半个小时，我看到是这样，动作比较慢啊。那中国人呢？你要看中国也有分地方啊。你看中国，大部分的头脑都很好，很可惜呀、啊，有的都在造业啊。头脑好啊，你能够救人，用着头脑啊。研发改新，不要科技的科技，啊，我们这科技给大众，科技是救人用的，啊，不要用这科技啊！你看孩子都上瘾啊，每个人都输掉了，很严重的嘞，没有人知道，这不是佛打开，没有人知道的。啊，所以啊，这个在西方极乐世界有无量寿时间及无量光住道可以修行见性，就好像下来啊，污染在那边一直修行，啊，修了看了就跪在佛前说啊，我要下来救人，佛不放你下来。不过我给大众讲，很多下来都没回家了，像你们都是下来的，像人道啊，你要给他打开呀、啊。其实也不大值钱，啊，真不值钱。个性呢，是这身体、生命在用的。啊，你假如这生命很有限，不要有个性，大部分就可以赚，把自己找回。我给大众讲要听，啊，只要你个性，你就输掉了。啊，所以有无量寿的时间呢，啊，这个无量光的住道可以修行见性成佛。此为啊，希望极乐世界之殊胜。我们这里就是在开发了，我给大众讲要听。假如你们澳洲人想要学来我们这里，啊，净化自己，找回自己可以。像我们相关大佛寺，你可以晚上这三年多看一下，我们都教您的善。一点恶都不行，连自私都不行。像我现在给生病的人讲，生病没有本钱的啦，啊，你再想了，你就把自己给毒死啊！你要去戴耳机啦，啊，无你大概一点想啦，你爱听经一边听经一边听耳机，对自己帮助很大。啊，人间修行啊，应有此生有业力现前的问题。啊，故修行一大功课，必须要调息。像我们讲这个，很多人听不懂哦。人体一习气啊，违背宇宙准则，你就要受报了。现在人家生病的人呢，他也不懂，他在受报。像我们人道，什么叫做化报？啊，像你老了，啊，开始老以后。一直开始生病，那是发报了。所以我给啊，这个澳洲人还是中国人讲，做莫做众生梦想，啊，什么你都看好，啊，什么你就转静心，转干净，啊，像看人家不好，我们自己就中毒哎，
哦，我现在看这么微细，很可怕、哦，很快中毒、哦。啊，所以这个啊，与人间之修行，应由此生啊，有业力现前的目的。故修行一大功课，必须要调心。啊，假如说你今天呢、啊、有慈悲，啊，这慈悲好像啊，我很喜欢帮助人，这叫慈悲。啊，我闻到大法，闻到慈父南无阿弥陀佛，啊，我要啊给大家介绍。啊，你们全家可以不死啊！啊，父母也可以不死，孩子不死，学佛，改心改转心啊，啊，转念头可以转业，可以的啦。对自己帮助很大的嘞。叫我们转心，第一个好处不病了，不会生病，给大众讲又听。而且身体啊，它不用来吃喝玩乐。很多人把这身体啊来吃喝玩乐，啊，其实吃喝玩乐，你清楚看，醉生梦死啊！啊，不晓得我们这身体啊，进化、进化再进化，啊，进化、进化再进化。那你就把自己给救起来啊！像我们现在这个身体，昨天我问给大众听，像以前的孩子还不相信，说他身体啊，满满众生。啊，他现在写的哪一代你就知道，他一写就十几，啊，十几代都有，啊，比如38啊，52啊，20几，那个十几项都有，都在身体。啊，你听着说，哎呦，吓死人了、啊！吓死人不吓死人，要改了。啊，怎么改的？纯净纯善。啊，像我们现在纯净纯善不会走，跟佛走就对，无量寿经。跟佛走。啊，转心为静心呢，善心。啊，转念为净念，啊，善念，可以的嘞。啊，转念为净业，啊，善业。像闻到大法啦，大法，我们这个像闻到净土是大法，我给大众讲又听。啊，大法救谁？救你的生命，救你的身体。啊，你的身体这生命你可以救得来。像我们现在看现在啊，我们的不管这个时动机制还是比较啊，有的进空间的来。但我也问过佛，思维过多。像我们学净土，这个头不能有思维的来。像你自己有经验啊，你思维是不能超度啊，你思维是不能凝固啊，念经也不行，没人懂啊，所以要给大众讲啊，转业为净业啊，啊善业，转念为净念啊，啊善念，转心为净心啊，善心，二号入无心无念无业啊，令心透明无染。无业可能澳洲人听不懂，他不会背附体。啊，现在大部分都是附体很多，啊，你只要有念头，他就进来了，速度很快的。而且同时心也能带动身与灵进入净与善的状况。像这个净与善，很多人啊做不到，我也给大家讲，心重要，心好，啊，念头出来好，啊，身语好，你就把自己
转业啦。啊，如此离见性很近的啦。啊，你见性才能做出来。这句话怎么讲？你附体怎么去做主？像澳洲人不晓得，现在附体很多。现在从小小孩子听王明杰讲，啊，有大喊大叫，像疯掉，很小就不能做主了，很严重的嘞。啊，如此离见性不圆，啊，心啊也能够带动身心，主要是灵性提升。所以一旦见性，方是真正自主，啊，能够自主来是以宇宙总之真理正道。很多对宇宙啊真理正道不想啊，我家一家好，啊，你家不好，像人家不好，我们帮助人，可以的嘞。啊，不偏行一体而正直，此为自主之真义。像我们现在给人家啊，啊，人到人服务大众，给人家认识佛法啊，他是教育叫人不老不病，啊，灵性不死。像我们现在在开发这个啦，灵性不死，而且不老不病，对自己帮助很大的嘞。啊，生命呢有期限的嘞，一口气不来就走了。像我们生命有时啊，时钟变迁，若得知终止之日在何与何时，这个不懂啊。所以我给大家，澳洲人还是中国人，要赶快学佛。啊，学佛很重要。啊，这个学佛不是迷信哦，它是教育。像我就是被他教育的啦。哎，我也是个女强人的嘞。啊，我做事都很成功的嘞。啊，可是我给大众讲骗人的。啊，假如你没有佛法的教育，啊，造业都不懂。像你啊，现在听相关大佛师在啊，佛在开示，啊，有老师像灵机老居士在开示啊，就是上权下庄在开示啊，啊，给他们都教我们了，他是经验的了，他知道宇宙准则了。教我们呢，人体不要造业，它是科技的科技。你看现在人道来啊，啊都变了，人道变了，不懂。啊，为着生命的期限呢，啊造业。啊，这个造业大家可能听不懂。啊，你造业要付出代价，生病没关系，死掉还下地狱了。说今朝与边佛见不同，乃有可亲情之机。没人懂啊，所以啊，听经赶快当速亲情，要听经的啊，叫你做的啊，为众，为众就是帮助人呐、啊。澳洲人听不懂，帮助人啊，为众尽量做。莫在止步于自身感受，深可解啊，给大众当自尽心，尽力自行，就是我身体是来服务大众的啊，我身体不是自己用的啊，我都是啊来帮助人，一定我现在跟着佛啊，知道这生命啊有限啊，我要赶快啊来学啊，我学成功了，我来帮助人，只要生命期限啊，随时有限，也可以有无限机缘，那你的生命就无限。啊，第一个不可思议，身体不病，身体不会生病的。
啊，时刻之珍惜啊，精进，突破自己啊，更能有成哦。啊，为什么？你一直进化，突破自己，大家听不懂，一直进化，进化，啊，头部人思维，啊，用南无阿弥陀来净化身体，啊，看到外面，看得清楚的，没有人懂的。像我们啊，扶持别人啊，希望我们啊，比丘师尊的都能进行。你把自己忘掉，很容易的啦。啊，无为我师，奉请精神，广大心量，寻真自信，护大众。啊，那我给大众，你可能听不懂，我给大众。啊，不要把自己摆在前面，众生为第一，给人家好处。啊，能够做。啊，心量要大。给大众讲，心量大很重要。啊，行为自己服务大众，可以的嘞。啊，佛法很棒哦。像我们现在相关大佛师，我给全世界讲，服务大众。啊，行为自信，帮助你不在你身上得到什么。只要你学要学，欢迎来我们相关大佛师。啊，老师是谁？我给大众报告，老师是我活南无阿弥陀佛。啊，老师是善玄下庄大师、夏林居老居士，这个经典都是他的来。真的，啊，希望你们飞奔而来。啊，我要坚信。我不想病，也不想死，欢迎啊！给大众，我们可以养你的。只要你一天当两天用，找回自信，能够救死，飞奔而来呀！啊，像老师下面就来讲，孩子们，如果找到和你啊心啊腹相契合的真理。会不会想要飞奔而来？啊，像人道就是心不安呐、啊，啊，没有出口。啊，你再好的学业也没用，像你博士、硕士的，啊，在你说做了教授，没路来，没人懂。啊，像人体来讲，来我们这里就调了。啊，调柔，啊，柔软，啊，能够接触人，帮助人，啊，不要硬邦邦的把自己害死，没人懂。像我们这里在救世，所以澳洲人你们赚到了，啊，我们现在在澳大利亚，啊，这个昆士兰州，啊，这个啊，图伦巴。古半旗，佛玄这里古半旗的嘞，啊，来修行很容易的，啊，你找到心腹相契合的真理，哎呦，啊，人不死哦，也不老哦，啊，我不要再玩，我不玩电脑了，啊，我一定要来修行，我不要再玩电脑，你就赚到，把你给救了。啊，一分一秒都不想要停留在原地，啊，赶快飞奔而来，跟佛学，真的。啊，如果对世间诸相疑惑，不明白自己到底是对是错，啊，却又不想同流合污。啊，如果找到真相。是与自己心腹相契合，
会不会想要回本来？加上这，还有这个没有良心的事情，我不做。哦，我看这家不行，啊，我不行，我先一定要我找到生命的出口。像我给他的生命出口很重要的，人道没有生命出口，来相关大陆才有生命出口。我给澳洲人讲要听我，中国人也要听我。生命出口很重要的，啊，会不会想要回本而来，深入真相，明白真理？啊，过着真理想，啊，相应不疑惑心安的事。像现在我也给大众讲，你们在疑惑，我也给大众解释一下。啊，就好像关通明啊，他也是个知识分子的阿兵啊，啊，在加拿大读书啊，也是大学。啊，他不相信这个科技的科技，也不相信啊有佛在，他妈妈把他带来，啊，他什么都有依附。啊，现在这里啊，在这里几年了、啊，他知道真实了。像我给大众讲，啊，你有依附，你要坚信很难。就是你来我们这里啊，给大众讲，佛讲什么你做什么。你去做，啊，做无做无做做做做做做。我给大众讲啊，你慢慢就会尽兴。哎呦，我身体不一样，哎，好，我现在啊，灵敏觉知也不一样，自己要经营啦。像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大家要听哦：师父带进门，修行在个人。看你要不要尽兴，他不能骗人的啦。像你不来我们这里，你说啊，这个人阿明有救吗？没有人救的，他自己也不能做主，一直进空间的来。而且现在我给比丘、比丘尼众，你们要自救了，把自己忘掉，帮助人，你能自救，很简单。现在我们把自己抓很紧，在哪里啊？你抓得很紧，在哪里？给我啊！啊，自己又不能做主，啊，你能做无做无做做做做做，一直做。把自己给啊救起来了啊！所以我给到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啊。中国人有句话：一分耕耘的一分利，十分耕耘的十分利。念这句佛号，真心假心就差很多了。像最笨的人道啊，我在讲，为了这身体啊，念佛不真心，为这身体念，你输掉了。假如说你在进行的为众啊，众生你赶快走，众生你赶快走啊，不要留在这里。我告诉你的功德不得了。假如说你都为这身体，哎呦，你愚痴到极点喽。啊，深入真相，明白真理啊，过着真理相应不疑惑心安的日子。我给大众讲要听，像我现在给师众弟子讲，包括海量讲，啊，讲你不遵守规矩啊，牌位不给你行。我给大众讲要听。叫你遵守规矩，你偏不遵守规矩，牌位就不要行。
啊，为什么不要写？写没用，中正也不会给你发钱。我给大众讲又听我。啊，不是一直写白位，个性还是很自私，这样不行的嘞。我给大众讲又听我。啊，其实你自己看看，都是害自己，没害别人。啊，说过的真理啊，相应不依附，心安的日子，深入真相，明白真理。啊，如果赞叹阿弥陀四十八愿，建立西方极乐世界，啊，一学习阿弥陀的心与悲愿，却偏寻菩萨，在这里容易的。啊，现在阿弥陀在香光大佛寺。我给大众讲一听，啊，这个澳洲昆士兰州图伦巴，啊，古半级这个澳洲相关大佛寺，佛就在这里等孩子来学习，我也在跟他学的来。啊，学习其实我跟着净空大佛学习到现在学净土，还有三十几年了。啊，也了如如掌啊！啊啊，一学习阿弥陀佛的悲心悲愿，啊，却偏寻不着，而后发现阿弥陀已至凡间，啊，就是在我们的啊古半级，会不会想要飞奔而来？方于有志的真的想见性，我们很爱，我们希望见性的人。啊，一天当两天用，而且每天你要精进净化，闻得佛语，向阿弥陀学习。我们现在相关大佛寺三四十个，就是在跟阿弥陀学习的来，真的，一岁到一百岁都说的来。只要你有心，啊，人是不病不老不死的啦。啊，学佛念佛成佛，啊，于是学佛修净土，化愿寻回自性，往生西啊，往生极乐世界。啊，现在全世界要听哦，啊，包括澳洲人，包括全世界的人啊，印度人呀。人灵性不死的啦，啊，人啊灵性不死，不然灵性啊，你造了业要受苦的。我给大众讲要听哦，说化愿寻回自性，往生希望极乐世界，啊，像我们现在往生不生病，跨步。真的，这是男孩子向往过，啊，想过日子，啊，却偏寻不着。来到相关大佛寺不得了，啊，如今以相关大佛寺找到了，孩子啊，好好的把握，勇猛军早日如愿见性，啊，以同，啊，以将同阿弥陀佛，啊，勿以啊，啊，说就是度众。啊，我们都在开发人体的，人体是科技的科技哦。这个我啊，身体四十几岁，我四十七岁学佛，我都没有了，我的身体都没了。我精神好，我不要像人家睡这么多，我不用。我也劝大众讲，其实睡觉是败笔，睡觉就进入空间。很多人做不到了，啊，一下就进空间的嘞，啊，那个就是思维过多了，像我们的思维要不要？不要，啊，思维啊过多，第一个伤害你，不能尽兴的嘞。像我劝大众，啊，买个耳机，
南无阿弥陀，南无阿弥陀，南无阿弥陀，啊，跟着念佛，每天快快的把自己给忘掉，你就不生病了，不会病的嘞。像我们没有办法，哎，想这个想这个想，哎呦，把自己给害死了。啊，所以啊，给他的孩子要好好把握，勇猛精进哦，早日如愿见性。啊，跟着我佛南无阿弥陀佛，老实向你讲，也救更多孩子，当初一样的众生，实现愿望。像我们大家给他的每个人呢、啊，都有众生很多的嘞，真的。啊，这个众生很多，也给他叫做新的力量啊。啊，心呢、啊、很重要，向着心最好不要动。啊，能做无做无做做，对自己帮助很大的嘞。啊，心的力量，心能主宰一切。啊，沉默由心，沉默亦由心。啊。三善道由心，三恶道由心，喜怒哀乐由心，悲欢离合爱亦由心，啊，因心而演出一幕一幕不同的角色剧情，这一切善恶由心起。像我给全世界，包括澳洲人讲啊，假如在听进来，我给大众讲啊，人体这心为主了。像我们呢，在教学很简单。啊，教学简单的呢，调心，心好。啊，你什么都看好，没眼不好。啊，你才养成这种习惯，我给大众讲，你要静心就很容易了。没有人懂的嘞。啊，这心的力量不得了哦。变化界、虚空界的，像你看现在啊，人都被控制啊，很可怕的嘞。像我啊，我也给华兴讲，啊，华兴讲什么呢？讲说这个啊，贾博士啊，啊，他是不得了的。啊，贾博士他是科技的科技啊，像贾博士在讲，所以一年一年又啊又来啊，一年去年一年又来，每一年呢、啊、其实都是代表着不同的变化，这个变化是大环境的变化了，也是人性的变化啊。你看现在在讲心啊，因为贾博士讲心，我在念给大众听啊，也是人性变化啊，从网络时代、啊。开始到现在，发达的资讯爆炸，还有各种新，像这个贾博士，你也可以给他加进去，啊，加进去给大家，贾博士大家都认识他，他 iPhone 的总裁呀、啊，啊，所以这个有各种新兴产生的啊，这个啊崛起，也有许多啊传统产业没落，啊，所以啊大环境啊变化得非常快了。啊，能够一时转型啊，还可以啊，生存下来。我这过去就连啊，瑞典手机最大的大厂也抵不过手机转型的倒闭，啊，事业没有永远的顺啊，市场也没有永远存在了啊。只要有你去适应市场，没有市场跟随你的道理。这句话大家都不懂，就是你的科技啊，要比人更科技。啊，你只要没有科技，我告诉你，你厂做出来速度太慢，人家就不要了。啊，人家就买最新的了啊。所以这个我经历相当多的失败，从一次失败中赚取经验，进而改变。而我坦然接受各种改变，我告诉自己，这世界没有不变，每天都在变。不论如何，自己还是可以当一个。啊，掌控不被浪潮给冲刷掉。过去我对自己充满自信，最后却也是敌不过病魔了。病魔缠身后，可
可以将我所有的精力给啊剥削，让我不得不低头承认自己。其实他并没有来找我，请魔众就没事，他给魔众给抓走，没有人懂他。所以这个过去我想当强势方式来对待我身体，也凡事要求自己完美主义一定要达到，所以这都是让我这些年纪呢啊这么有成就却还是得下台的原因。曾经我是世界强人啊，但现在谈起我会说我是啊过去世界强人，这过去代表这不再回来了，我还是啊坠落了这一生啊离开带来没有完成的遗憾，走入地狱中。我这难以置信，我进入地狱，我没办法啊辩解机会，因为事实真相，我带了网络的时代，害惨了许多人。我知道这些人呐、之后会是我冤亲债主，所以有机会跟随阿妈一直在啊，一直都很尽力，想要弥补些什么。看到现在站在成功的现场带领者，他们也正走我走过的路，爱与无知中遭遇，身体几乎被茫茫众生给包围，个性强，一点都不愿低头认输。我为他捏一把冷汗，但他们没有因缘知道，更没有因缘改变，这让我心中产生很大的感触。人的一生最重要到底是什么？现在我知道答案，回馈社会，唯有走这条路，要为众生哦啊，这个啊才能够化解自己冤亲债主，啊才能够发挥，能够真正有用之处。谢谢阿妈香闻大菩萨带给我们体悟，人生很短啊，过去欠的呢还没还。如果有因缘希望，更多可以了解真相，知道做每一件事背后都存在的因果，而后可以清醒。啊，少一些污染，多一些啊，众生可以帮助。新一年大家有不同体悟了，那贾博士啊，在讲的大家一定要有醒悟。啊，其实现在孩子个性都很强。我给大众讲个听。啊，那个性强对自己伤不伤害，他也不懂。你看现在3、4岁、15岁。个性强得不得了，没有人知道的。对自己伤害很大，像我们现在知道以后，你一个动作就是造业，这划不来的，没有人懂。所以这心要顾好，像我们呢啊，这个《无量寿经》或者《解义》，大家要听。啊，这无量寿经啊，对你自己帮助很大，在哪里？啊，你学佛，我们不要学谁，人道不能学的，人道他也不懂。啊，人道大部分都是生老病死。啊，只有学佛了啊，你看他是法界藏身，啊，要来教我们身体是科技的科技，像我现在给大众，我就是跟佛学的。啊，一直说不累的嘞。啊，人心能主宰一切，不给外面主宰，就好像我讲的，大家啊可能听不懂。啊，报身应化身啊，我们这个给大众讲啊，这个报身呢，就是自己在用的啦，没有人懂嘞。啊，阿人应化，啊，灵性的提升，要好好的给大众讲啊，学佛教育，改个性，啊，心能主宰一切，完全纯净纯善，就把自己给找到了，啊，喜怒哀乐。悲欢离合，由心。一梦与不同的角色及剧情，一切
善恶有兴起。所以现在你看看，我们福报很大啊，福报大在哪里？给大众讲啊，福报大就是闻到大法。对自己见性方业啊，像你们澳洲人呢，其实啊，现在你还看到澳洲人啊，身体啊跟中国人一样，不是只是澳洲，全世界都一样。你这身体大部分都是灵界在用，像我们现在相关大佛是在开导什么？头部不能有思维，身语不能有思维，有思维就引进众生进你身体。在世界没有人打开，佛打开的了。而且呀，为什么叫你不要自私？你自私，你害人，你这么多，你身体就要受报，这也没人知道。像我昨天呢，啊，我也替你们问了，我们啊。来出世几次啊，几万次几千次它都在你细胞里啊，在细胞里啊，你现在问题原件再就出来，就是你哪个个性比较强啊，它就出现了，它就来讨报啊。所以喜怒哀乐忧心啊，这个给大众讲哦，都要改的嘞。下来我们这里是闻大法了啊，轮回中的角色及剧情啊，亦有兴起，真的啊，这句话好像听不懂哦。轮回中的角色剧情啊，都是自己演的，自己受报了，没有人害我们的，像我们都是自己害自己哦。啊，相由心生啊，可由心而生不从相嘛，真的。啊，像我给澳洲人讲，中国人讲，身体是科技，科技哟。啊，这科技怎么来修行？它不能污染，啊，心要干净。啊，你心越干净，心越干净，啊，越没污染，你也不会被附体。不然现在附体很多啊，像人家就讲的鬼就变色，实际身上一大堆鬼，灵就是鬼啦。像现在满满在听经都是灵啊，没有身体啊就是鬼啦啊，人家听到鬼就变色你啊，身体有在啊，赶快修行啊！你不修行啊，身体没有你也变鬼了。我给大众讲又听哦。啊，有这身体要赶快修行。相由心生啊，可由心而生不同相貌。啊，此相貌包含眼神，啊，脸部。皮肤状态是否有脸部的缺陷啊，因而婴孩的相貌由过去式啊造作及与父母因缘得而之果报，以不可得接受面对为是。成长后的相貌则由自己心所显，是善行或恶行。像现在，在我们这里啊，啊，我也给大众讲，很多孩子不能做主宰。啊，孩子呢乱想，某种就能附你的体。啊，所以给大众讲啊，善心很重要。啊，在什么都写在你脸上，他不能骗人的。啊，纯净纯善，人家一看就知道了。
啊，像你是单纯的心，复杂的心，啊，年轻或年老的心。啊，所以给大众前好的好好的这个听经闻法啊，他找回自己纯净纯善的心，在我们这里在教学是这样的。会之中啊，角色剧情啊又兴起啊，所以给大众前心很重要哦啊。相由心生，可由心啊而产生不同相貌，所以我们要给大家跟佛啊，就越来越像佛啊，真的，佛性很重要啊。像人道要教育啊，变形很快。你看那个雅珍来那么老，现在很好看的，差很多啊。主要。给大众讲，从小父母也没教，啊，比较会想，不好，啊，想来想去啊，其实都在你脸上看得见，不快乐，啊，像人道很短，我是希望澳洲人快乐啦，啊，澳洲快乐就没有后顾之忧，身体也不生病，啊，能有无量智慧、无量德人，那澳洲人你们就喜欢啦，啊，自己也能够做主。这是佛法啦，啊，是善尽恶尽，是单纯与复杂心，年轻或老人心，没有人可以有此人相貌、眼睛啊，得知此人之心，真的，啊，自私的眼神就是自私了，啊，其实现在给大众讲啊，自私很严重在哪里？你会生病，我给大众讲又听过，现在都是发报的。没有人教了，现在太多人。像我在第一看到这么多人受苦，哦，这社会啊，人道没有人教，啊，一千个比丘，一个比丘，你要讲经说法就不得了了，啊，不然人道人就，啊，人道都是醉生梦死啊，啊，没有人懂，说明眼人看又此人，啊，之相貌及眼神。得知此人心，此时心，啊，宿命通知修行者在观之，可知此人之过去时，啊，你看人道很厉害的嘞，那宿命通的道教很多了，像我们佛教学的，一看就知道，像我一看就知道，人进来什么病我都知道，啊，这是自然的啦，你进化就有自然的能力。他不是搞神通的，不是人家什么鸡头，我们不是搞这个。啊，鸡头是道教，我们佛法是教育。啊，完全叫你改心。啊，改心就谁救你喽？啊，佛法是心法，由心下功，可做身与灵之改造。啊，你心转了，法相就转了。法相澳洲人听不懂，你脸相就转了，不一样的啦。啊，慈悲有慈悲相啦，他不能骗人的啦。啊，有心下可做生于灵之改造，故而身体的疾病，灵三魂七魄的丧失，造成伤害。啊，这三魂七魄好像听不懂。你本来拥有权呐、啊，它在你身体上给你运作。啊，你念头坏了，啊，违背天理啊，违背就自私自利啊，三魂七魄就跑了，你身体就垮了。很多人不懂的，你不来我们相关大佛寺听经，没人懂。这是佛讲的，像我们现在给大家都调心了、啊。啊，调心调念头的，啊，人啊，经由调心而得到疾病的啊缓解，
疗愈及魂魄之回体，而令心神凝固，而此处的调心，调水的心，不止调自己心，也调众生心。所以我给大众讲，第一个你要跟众生化解，我给大众讲哦，改心。你什么都做好，什么都看好，没有一样不好。啊，你众生就改了，对自己帮助很大的嘞。啊，不止调自己心，也是调身上细胞心。啊，及身中啊，这个冤亲债主、福祉众生，啊，某种的心。啊，给某种在你身上发挥不出来，你纯净纯善，他发挥不出来，就好像某种有进我身体，你没看到，我都是带好。我都看好，而且我跟不能有恨怒，啊，不能有不满，啊，你有恨跟不满，你这身体好不了，啊，你就没救了，啊，现在来我们这里连听见你病还可以缓解，假如说你在家还是一直想一直怨，我告诉你，身体越来病入膏肓。没有医的啦，没有人懂的啦。啊，即身心啊，啊，冤亲债主、附体、魔众啊，需要三条子。啊，三条子，你看佛在三条我们了。像这经典，我也给大家看了、听了，很重要。啊，尤其澳洲人呢、啊。你对中国人呢、啊，好像说啊，我们是搞生，我们没有，我们是在你自己身上自己学，啊，你自己能够改，你自己救自己。我给澳洲人讲，中国人讲要听，啊，谁都不能帮助你，只有自己救自己。啊，而需要有善调者，方有功夫，能力德行，能调得动这个心。这句话好像听不懂。你有德啊，你可以给人家请众，身心疗法了。你没有德，没办法了。啊，众生看你啊，你自己人里面烂死了啊，我还要听你啊。所以给这众讲啊，你没有，你这个比丘，你没有身心疗法，你没有办法去救人的啦。像你看看。贾博士讲他世界第一的高科技的，哪知道下地狱？而且现在看到走他的路，这个好像大家听不懂。只要对人体有伤害，啊，对人体啊，啊，不能凝固，害人家不能见性啊，假如说修行不能，这个都对你伤害很大。现在孩子很多都遭殃哦，很多。没有人懂的嘞，啊！佛法是心法，有心下功夫，可做身体灵智改造。啊，故啊，身体的疾病啊，啊，灵三魂七魄三十级造成伤害，能经由调心得到疾病的缓解，啊，疗愈及啊魂魄之回体，啊，令心能够啊心神啊凝固。啊，一直处在调心，调谁的心？不止调自己心，调众生的心。啊，及身中冤亲债主、附体众生魔众的心，啊，需要有调上。所以，人家再怎么激你，你都不能生气。啊，你就善待他，像魔众这么激我，我才不会去动。啊，像我的身体啊，很值钱的。你现在在我头部，我都知道。再转我都知道，我也不会理你。啊，你怎么来攻击我都无所谓。啊，很值钱哦，我也不会生气。可是你们造的业可能还不了。
啊，为什么这里还不了？我是在救人，全世界阿弥陀救人啊，希望极乐世界诸上救人，老师救人，我加入救人，你干扰你都有罪的了。我劝你们赶快退。啊，还在我脚，在我头部，啊，我不会理你的了。我很值钱的，方有功夫能力啊，德行啊，调得动这个心。啊，每个生了、啊、除了自己的祖灵之外，像有无数的细胞，啊，每个细胞都有80个心所。这句话啊，大家好像听不懂，每个人都会想啦，很会想啦，啊，一直想一直想啦。人体啊，你要只要会想，你就会生病的啦。人体不能想了，你身体就健康。像我们现在叫人家念佛啊，不要想自己，人家都做不到了，还是想自己，啊，把这身体给害死。人道没有人知道的嘞，真的很可怜的嘞。啊，你想自己，自己也不能解决，还是生病。啊，想佛多好，想众生多好，而且每个细胞都有心啊，每个细胞里面都有80%都会想啊，而且每个元气在主都有心啊，啊，每个附体啊，众生及魔众亦有80个心所，所以你心假如不赶快转正啊，看好为众生，我告诉你，你心没救的啦。啊，每个附体众生魔众心都有心，啊，身中的病毒啊，表示有冤气在主啊现前，这个病痛，身体的病痛，表示冤气现前，那是过去是自己冤气在主业力的显现了。啊，你把它想来的，啊，自私把它想来，你生病了，现在外面很多都是这样的啦，没有人懂得啦。啊，故啊，听经闻法很重要哦，非常重要。没有人懂得嘞。啊，听经啊，一定要知道，赶快改个性。纯净纯善，像我们现在教啊，大众包括澳大利亚，都是叫你心要改，不然你的细胞你坏，细胞也坏，啊，你心好，细胞好，你心量大，细胞心量大。我给大众讲，又听我，像这个法身呢，我也给大众讲，就是你把细胞改造了。我现在这个看出来，我在开始才知道。啊，完全你把细胞改造，你变成有法身的。本来他们都饿的，都要报仇的来，啊，不放过你的来。结果你一直改心了、啊，一直做好事，他也给人家做好事，他变了。哦，像以前我也给大众讲过，心来带动像带孩子啊，啊，才这个心很重要哦。不然你们就太可惜了，没有人懂的嘞。啊，说心中病痛，表示有冤亲债主现前，啊，那是过去是自己冤亲债主业力的显现。啊，每一个附体众生及啊魔众都啊。都有心，你看看吓死了，可怕、哦，没有人懂的嘞。啊，故听经，啊，闻法很重要。这个因为自己的心在听法啊，听法的当时也是身中的细胞。啊，所以你们现在你看上面在听，他没有身体，他不能改。你没有身体，大家要赶快改。
啊，你改一改，身体就变成法身了。啊，一点恶都没，一点智慧，你家骗人的啦！啊，为了你家付出代价，划不来的嘞。啊，你要有感情，害人家家破人亡，你要感情，人家找你算账。现在你看排位出来都是这个。我给大众讲要听哦。啊，只有救自己，不是救谁。现在看到啊，你这个身体是来救这个啊，这个宇宙的这个细胞的啊，这细胞转了你就不生病。啊，细胞不是来生病的啦。像现在很多学佛伏魔导致的。啊，现在这一篇很重要，大家好好的听，非常重要哦。像我们现在看看自己，都是自己害自己，啊，自私自利啊，以前害人家自私自利，像我们人道来讲，占有利啦，啊，害人啦，你看以前古时候很多，啊，强盗啦，什么都有哇，牌位一写出来，你看。将军士兵也有，很可怕的嘞。所以冤亲债主护举众生，啊，某种啊心啊心听法之时啊，若是能够调大家心，调着自己心改，啊，你什么好好好，什么都看好，就把自己给救了。啊，所以能调大家心呀、啊，能大家能够文化明白真理这思想，啊，有阿弥陀为依靠，有希望极乐世界为出口，来在我们贵宝地就赚到了，看你自己要不要去突破了。啊，能满他的愿，能触动其心，或能够解其愿，啊，更有机会能够化解慈悲的。啊，这个业障，来我们这里也是化解冤亲债主啦。啊，大家尽量啊，给大众讲要听。啊，我们可以讲百千万劫难遭遇啊，不是佛打开，我们也不懂。啊，我也给大众讲，这个生命啊，要救助自己哦。啊，把细胞改造，不然你看一个细胞有85亿亿手，啊，一个细胞都会想，你想它会想，啊，那个身体就病变了，没人懂的嘞，啊，所以即使老化疾病啊，啊，可缓解，甚至可以疗愈，故不止调治自己心，也调身中无量无边的众生心。阿弥陀，请大众善护自己心。阿弥陀在讲，你们要心好，百病不侵。啊，心呢、啊，只是为了一个家，你就输掉了。啊，所以送大家南无阿弥陀佛圣号，能得佛力加持，啊，强化心的力量。啊，在新的一年开始，给大家阿弥送你南无阿弥陀，给你调心啊，哈哈。在你这里啊，帮助很大的嘞。啊，一念的熟练的透视啊，可以摄受自己啊，身中无量无边的众生心。啊，且于啊，相关大佛事有化解情众超度，送众生身心。像我们这里，可以讲全世界第一哦，宇宙之间只有这家。啊，想要见性，赶快进来！佛要教你们。啊，想要不老不病不死也，赶快进来。所以了解自己及众生之苦啊，辛苦与灵苦，啊，此时是弥陀为大义观之一。给大众讲要听哦。对自己帮助很大的。
啊，所以啊，不要等到年轻了啊，头发白了。像你们福报能闻到法，不然现在能到，从年轻至今，生命经历不同时间，啊，经历千百亿转，是各不同之身。啊，没有人教啦，没有人教。人道也有人教的啊，像我们现在很多人呢、一出事啊，就把生命都毁了，真的啊，不自觉啊，生命愈远啊，白头老年，对自己伤害很大的。所以生命时刻不待，问孩子是否行，若在日日维持自身呢、将是白头已老，说日无再日，生命时机难把握，所以啊，给大众讲，生命来得不容易啊，只有勤有益了、勤精进啊，修行精进、专精啊、求进，方有专有成啊，与行啊有专与心，若是勤奋不懈。啊，则能够保持进而不退，行而再行，啊，于是得有信心而能够专持而不加长。这句话很多人听不懂，我也给大众讲啊。像现在人呐、在拜佛讲说拜三千、拜两千、拜一千拜啊，现在你讲不是发心哦，拜不下去，而且拜也空，就在那拜几天都没用。啊，心没在道上，心人不想处理。啊，现在孩子都比较好命的，像讲这好命啊，他听不懂，啊，父母都在准备好好的，啊，他不晓得后来自己要经营的，就像你们现在父母给你们啊，照了二十几岁、三十岁，好，以后三十岁自己要经营，父母不可能跟你一辈子来，啊，可是现在孩子大部分都是这样。啊，假如是有决心的人，啊，早一点勤有益、勤精进，我自己要靠自己，我要找回自己。像这孩子什么，你就叫他做。啊，尤其学佛很重要的。啊，学佛你怎么没有花心呢、啊？我要度尽无边苦众生，大部分人不能尽心。像你们是看不到灵，我看得到，很苦啊！希望你们自己也有感觉被控制，还是人家妇女自己很苦的嘞。这个叫做不能做主了啊！假如我们自己能够做主啊，给他们尽心啊，在我们相关大佛寺，我也给大家尽心的容易。啊，一定要说我要救自己，我就先救人，把人给救了就是救自己了。我给大众讲又听哦，啊，我要救自己，我帮助人，现在听佛讲经啊，知道助人助自己，我尽量帮人，就做了就忘掉，做无做无做做做做忘掉，你就赚到。啊，能够把自己忘掉，一直做无做无做做做，啊，与行有专于心啊，一是啊勤奋不懈，则能保持进而不退，行而再行，可以的。像我给大家在我身上看得见人体科技科技，科技的科技的。没人懂的嘞，啊，所以是得有信心，而能够专持而不加杂。啊，心呢能有定，而不受外境所动。这个
要听经的，而且自己要有毅力，毅力很重要。像我给全世界人讲，包括澳洲人讲啊，人道没有入哦，人道只有生老病死。人道你闻到大法学佛，它是教育，它这个教育啊，叫你的身体不老，啊，灵性不死，啊，而且不病。像你们现在看到啊，我们这里气喘那么厉害，都能医的嘞，而且你看整个都不行的嘞。没有人懂的啦。啊，故勤积啊，勤奋不懈，修行成就，啊，不可缺乏之条件。可以的啦。像我们给大众讲啊。啊，一天哪里能当两天用？对自己帮助很大。像现在问题啊，某种啊，干扰相关道士动机时，我给某种讲啊，你们因果背不完。像他们要勤精进，还是在作业的比丘、比丘的施动机，像你干扰，你因果背不完。啊，那现在我也给啊。啊，这个在修行人讲啊，现在宇宙中的灵界的魔众很多啊，灵界的魔众它是灵，它也有八十五星心所啊，所以你的念头一步它都能进你身体。像我也给大众讲，千万不要有思维啦，啊，有自己的想法啊，你有思维自己想法它都进你身体了。而且我也给魔众讲，你也就造业了啊，你说灵纯净自在有啊，你假如说你今天不是魔众，你帮助人开悟啊，细胞改性，所以人大来讲自己的细胞要先改啊，你什么都看好，什么都看好，没有一样不好。啊，你细胞都转了，心才能有定啊，而不受外面所动哦。像我现在给全世界的人讲，这些修行很简单，从你小到大，啊，你有个性就是条，啊，它完全是宇宙中的纯净存在，啊，你能够纯净存在，没有一点恶念，啊，不管人讲什么啊，都没有恶念，你能翻页了。啊，其实学佛很简单，就是给大众讲，把自己给忘掉，很多人做不到了。像你说个性好不好？不好。啊，有个性，第一个就把你给害死了。你看现在很可怕，啊，你在做法会，啊，你看魔女出来引诱你，啊，你讲没有淫心，怎么会给他引诱？啊，像你有淫心呢、啊，给大众讲，他就引用你的来。啊，所以我现在给全世界小孩讲，男女啊很可怕哦。啊，只要有男有女啊，你就输掉了。啊，故啊，勤奋不懈是修行或成就不可缺乏之条件。啊，精进勤有益啊。此时与相关，说一日当两天用，真的来。啊，病群始终地址亦是如是，也啊不是没有原因。啊，乃因一般啊即如是，没人懂。啊，佛法很棒的来。像我们给大众讲，中国人呐、啊，还是现在澳大利亚人呐、啊，福报他，还是在网站听的人福报他，
佛现在里面赶快来朝圣，佛就在相关大佛寺古半井，图伦巴古半井，阿昆斯兰州的嘞，不得了啊！而且带动四众弟子修行，往见性救赎度众之路前进。像我们四众弟子能够一天当两天用，你就不得了了。啊，十众弟子当把握此时，啊，以精进这个啊勤有益啊，即一日当两日用的精神而行动。很重要啊，像这个啊，我勾起来就是又要做书了，给大众看。四众弟子啊，老师在开始，大家要听的嘞。啊，说四众当把握啊，以精进勤有益啊，一日当两日用的精神行动。啊，与阿弥陀佛啊领前啊，与为师即是我随佛前行，以此心上如此，以行中如此，啊，人愿以如此修行，必定有所获，利己利众。现在给大众讲啊，你利人家就是利自己啦，你帮助人家就是帮助自己。我给大众讲要听我。啊，我们来看一组啊。啊，这个义族啊，这个六十位义族啊，礼拜五前往西方，他叫广义方。这个今天啊有缘啊可以往生西方，有中的感恩佛，我叫做广义方。我现在一直都有佛，也希望更多人知道佛的殊胜庄严，所以得此人生我特别经历。但我知道很多时候啊，因缘下是无法勉强。刚开始我很执着地想要紧抓，现在我才体会一切随缘。如今呢、啊，在西方极乐世界，我眼前美景美不胜收啊！诸佛菩萨啊齐聚，到处都是美好。来到西方，我们才真正感到佛真正的慈悲，对众生平等。我是啊，旷一方啊，来到人间以前，我担任过护法神。守护神啊，庙宇的安宁，看到来庙中许多信众提着供花供果，布施很多的香油钱，看起来相当诚心。但我啊，我有他心通，我可以看清楚他真实之中想什么。都是人在庙中求是为了家庭，为了自己，甚至想精神啊啊神明啊来帮助一切顺利。多数人心都是自私的啊，会贪婪，所以一年一年过啊，这样的情景越来越严重，人的心也被覆盖，我心很痛。但处于护法神的位置上，我并不能改变什么。最后我下了一个决定，我就投入人间，得到人生后尽力的改变些什么。当我做了这个决定后啊，没有多考虑啊，就直接进入了母胎啊，虽出生一个中阶级的家庭，在家里表面上看起来和乐，但实际上都是伪装。父亲跟许多啊，父亲跟男啊许多男人一样，娶好多胎几位太太。我是三太太生的大儿子，我母亲可以说是因为我才能够在这家庭站稳地位。我的一母亲出生根本不够隔上三太太，我的母亲是最年轻最漂亮，也最受父亲疼爱，所以大妈二妈都看不顺眼，时常抓着母亲小便啊小把啊小把柄啊啊，奶奶说母亲坏话，跟奶奶说母亲，每次母亲会误会时，我都会特别生气，因为我每天跟着母亲在一起啊，母亲做什么我都了解。在这样环境呢，母亲原本单纯心开始变，开始对大妈二妈所讲的话不理不睬，甚至叫我不要理睬她。但是我心中难过，因为我一点都不想与人结恶缘。还记得有一年过年，
他为了一只鸡鸭吵起来，魔镜好不容易买了一只鸡鸭拜祖先，大妈欧妈说，魔镜买了那鸡太瘦，对祖先一点不恭敬，魔镜这次忍不住跟大妈欧妈阿吵起来，祖先都还没拜，神明桌就开始了阿闹哄哄，最后三人都不放下，家里三个女人在可说是没有安宁时候，父亲就对这个啊选择睁一只闭一只眼，什么也不想管，因为父亲管不了，站哪一边都不是，只能引起更大波动，所以这几年啊父亲学会沉默，但父亲沉默结果就是三女人竞争自己浮上台面，从小看到这个吵闹的场面，我心充满无奈啊，很想啊靠自己的力量来化解，虽然看到大妈欧妈跟母亲啊互相争互相抢，为了争一口气冲，同样也是为了父亲，这是我可深深感受，每个人心态每个人都想要展现最好样子，那是我一直在想这样的关系那么复杂该怎么改，我从小啊就在寻找啊这个答案，虽然大妈欧妈母亲啊啊时常在吵，但我知道他们的心底都存了良善一面，他们的心啊啊也在找一个可以让他安住的地方，父亲虽然是他们依靠，但却没有办法让一个人得安定，是不是我决定靠自己力量外面生活，暂时离开家，这个家对我来说是太沉重回忆，到了大城工作看到许多啊我感受到人心的变化，我接触好几个不同宗教，最后我选择心中安定的佛教，我自己要听经悟法，学习许多佛学的道理，生活遇到了那个困难，我将这个道理运用进去，有时候好像就解开，我一直以为这样的啊方法很好，身边人都只要有任何问题，我都会带入佛理啊，我认为佛很慈悲啊，这样可以帮助大家解决，但我从来没想到我使用方法太硬啊，信不是每个人都适合，一直以来我都没注意识这点，我用自己方法想传承佛法，使得佛法啊更很多人知道，随后我第一次回家要度母亲啊，一生母亲的心都很苦，母亲也可以跟着随佛给忘掉过去的恩恩怨怨啊，当我苦口婆心在跟母亲说，母亲却是执着抓着这个绳啊，不论我怎么说她无法放下，无奈我只好先不勉强母亲，虽然佛慈悲教导要有心量，所以我放下过去想让大妈欧妈学佛，当我看到大妈时，大妈眼睛已经瞎掉，原本气质高的大夫人现在也是靠人家照顾，这让人看心中很大的感触，当我叫大妈念佛，大妈对我还是有敌意，就好像啊一生都是坚持自己的位置一样，二妈年纪有气势，现在也显出老态，二妈倒是看得比较开，直到父亲走后，二妈才觉得过去很傻，赔偿清楚，赔偿心中的安宁啊，最后却什么也没得到啊，将这个关系说给二妈听，愿意跟我念佛，希望自己后半生可以安定，我成为佛寺的义工了，只要任何有缘呐、啊，讲几句话信众，我都把我所知道佛法介绍给他，虽然也可以不要再抓紧身体，要知道啊解脱到老啊身体还没有啊没有力气，我还是努力这样做啊，我还努力这样做，医生啊我被度化起学佛还不少，当然介绍佛法我心啊也特别的欢喜，62岁我身体、啊、器官开始退化，身体开始没力，心中祈求佛可以接我，某一天想啊想，这身体也没有再醒啊，我的灵魂到阎王殿，阎王告诉 我一生啊尽力啊佛事本来是众生讨报啊，一大小病一一化解，我很感谢佛啦，阎王告诉我啊，虽然我尽心啊为佛法宣扬，但这个身固执执着为佛才无法到西方，听到阎王这话，反省自己也承认自己啊，哈哈，
有这样的毛病，所以阎王以我的功德安排让我当狱卒，当狱卒期间另一个啊一方的开眼界，地茫茫受苦的众生，有些清醒，有些无法清醒，看他们受苦样子，心中也希望有机会，这人知道佛人信佛，不再为个性付出。当然，一组是我讲经，解开我句句听入，这个其中，过去学我自己也知道太浅薄啊，现在知道真正的真理，更能够求。能求生西方，殊胜因缘，至今可以得求离。南无阿弥陀佛。像刚刚我们要介绍那个异族的故事，我也给大众调一下。其实人心上转，他是护法神来出世，所以有善根假如没有善根，你要看看三个女人来讲，就是为了地位你看为了地位一生气都给人家附体，而且你看那个。大老婆眼睛也瞎了，在人道来讲，我也给他们骗人的来人道了，你能听佛开始，老师开始能够改变的，对你自己是帮助最大不然给大众讲哦。假如你能在我们贵宝地一天当两天用你今天救自己，也能救大众。像我们现在。给他种钱哦，人是不要生病的来，人也不能老的来老了病就不对了。我给澳洲人讲要听，我们这是不老不病的，而且灵性不死我不是叫说你到底是真假，你来修行现在很多人家讲你是真还是假，修行很重要的。修行你就知道你是真修假修了，找回自己的来以心上如此，以行中如此能愿如此，给大众你能见性的情有余精进。像我们人道来讲，都是救自己不是救谁。像你们现在放不下，自己都不能做主，放不下有用哦。一进来就进空间。你还想救人哦？累死人了，搞了自己人不像人，鬼不像鬼。修行必有所破，利己利众，给大众讲要听我，这个叫行者。像我们现在行者来讲切问诸子所行，是我能够安身这安身大家听不懂了，能不能做主分秒经过若积极者每日皆是成长或与脱行过度日。现在问题很多人都进入空间里面比丘比丘尼十东西就要听进入空间是不对的啦。可是我看你们法会很多都进空间的。你看法会这个在超度，生意要更大的嘞。救自己做日日在损，不管不自知精进时生命。照业运变化，何日能解脱？自困于苦中，大部分都是这样。我看了很多，像我给修行人讲，在我们要来这，心不能有东西啦。你还自私想自己你自己把自己给毁了。你的身体人家要来报仇，报不完的嘞。满满的，而且像傀儡，走路像傀儡，人家看你走路就不是自己。所以我给大众要来医病人要听你不敢来这里也没用，要改大心心量要大。
像我们这佛法叫心法啊，有自己你就把自己给灭了。你看自己你好几个都有自己啊，自己灭掉自己的嘞。没有天经不懂啊，天经一定要苏醒的。啊，为之行啊，之日日勤进，日日啊皆在损，不知啊精进。像我们现在给大总讲，在我们这里啊，我们在招兵买马。啊，你不想生病，不想老。啊，想精进，欢迎来这里。啊，见性呢、啊，只要细胞不老。对自己帮助很大，像我的表法给大众讲，啊，法会坐下来不累的，我还要超度呢，啊，一天当两天用的，像你的佛法是这样，就是佛法了，将来一天呢、啊，啊，来这里啊，啊，一天过一天，那就太可惜了。人体很现实的啦，说不知精进时啊，生命造业运变化，何日解脱？都是自困自己，而且你看傀儡啊，走路人家进啊，人家控制啊，眼睛都闭着走。啊，你有没有信佛？你不信佛，我给全天下人讲要听哦。啊，信佛是诚心拜佛。啊，时间都不够的。啊，那拜佛也会睡觉，念经也睡觉，那不是佛法。啊，念经苏醒啊，没有人懂的嘞。像为了这生呢，啊，而且没有把众生叫醒，啊，还是贪嗔痴慢，众生也不放过你。啊，有人道要醒哦，人道给大众讲要听哦，我们心要改啊，改纯净纯善啊，把这细胞都改了啊，不是人家出来也要找你麻烦，生出来也找你麻烦，哎呦，你心坏掉了，太自私了哦，我给大众讲要听哦。像现在病入膏肓呢、啊，啊是没有闻到佛法，闻到佛法病入膏肓，丢脸哦，太自私了。啊，整个细胞里都是有家庭，啊，整个细胞里都有，啊，人体来要有家庭，你死定了。我给大众讲要听啊，说谁能知心啊，知日日勤啊，精勤，有节努力啊，突破修行，成就进行，很重要的嘞。像相关道佛是一个宝地呀、啊，啊，能够一天当两天用，对自己帮助很大，这不是压力，要自愿呐、啊。就好像老师向邻居老师老居士啊，叫这个孩子啊，无量寿经啊注解要看，你就念经啊就知道了啊。其实啊，老师用心良苦要你开悟的，真的，我们相关大佛是很重要，每个比丘尼都要开悟的来。像我带动给大众看，一天当两天用的来。我不是你要坐着就睡觉，啊，坐着就进空间，走路啊，闹火也在睡。这没有资格出家，我给出家人讲啊，啊，假如你是出家人，应该防俗的。不然呢、啊、我给大众讲啊，第一门前生道多，我给全世界出家人说
啊，地狱门前生道多，你会啊这个为这个身体啊那本自私啊把你给毒死啊。啊，出家人呢啊叫做行者，是带动人家表法的嘞，啊人家要跟你学佛的。啊，全世界的出家人要听喽！现在佛开示，老师开示，我讲给你听的来。像现在澳洲人啊，有人看出家看不起，啊，你不晓得出家人呐、啊，很多人没有跟佛了，跟佛不会这样了。啊，真的，你信南无阿弥陀佛，你不会生病的啦。就像我信佛，我不会生病，我是照做。啊，一天当两天用。哪有时间生病？啊！现在全世界出家人很多，要听我，佛法是教育哦，它不是宗教。啊！你把佛教的宗教啊，人家来拿钱给你，啊，叫你化解，你没给人家化解的事情可严重。我给大众讲又听。啊，我们来看看这个。啊，在这个团体拜佛34，啊，老实讲，每周是6点啊，啊，至9点，众等啊，明白37念法会，净化身心灵之准备。现在我们这里福报大，真的。啊，假如你能够拜五拜六字佛名斋。心中你能翻页的啦，啊，亦可为生动细胞，愿尽在主护体众生，啊，某种等静心啊，静心你，而且你在拜佛，高网打开呀、啊，众灵可以出来了。阿家你不是曾经就为这个生你拜没有啊，那拜怎么拜？没念头，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啊，就这南无阿弥陀佛在你身上转转啊，越拜越华喜啊，越拜能量越好，那我告诉你是真拜佛了啊，拜佛你躺下就睡着了，那不是拜佛。我给大众讲又听哦，啊，愿尽在主护体众生或魔众，尽心与尽灵，啊，其能够令上师法会达到名闻两利之效果。像现在啊，你们啊，这个华严讲也看到，你看看魔众无所不侵入的，啊，你想一不正。假如我给他什么叫不正，你有我啦，你绝对活不了，你就众生给众生用着。我给大众讲要听，啊，损失最大的是你身体不能住住啊，所以明啊，除了是忏悔之冥界、灵界、啊魔界众生。啊，意思啊，指啊，身中冤亲债主、护体众生，啊，魔众等众生，希望大家能够，啊，这个因团体拜佛，得佛光助照，尽心尽力。这个修行现在网站很多人也在听，要年轻人想要加入的，我给大家讲，不自私来可以学到。假如说你把我还是 pass 在这里，你学不到。像我给到你 pass 就不用死了，啊，整个头部密密麻麻的都给人家控制啊，不能做主的嘞，啊，讲出来的话啊也不是真的，对自己伤害很大了，所以给大众讲啊，我们要听佛的话。啊，生于啊，
佛开始要改。像我给全世界出家人讲，啊，你们在念佛在哪里？在香光大佛寺啦。你生病是不如法的啦。我给赵总讲又听我。啊，早一点能够建心对自己要帮助是最大。像我们这里啊，我们这里的法会就是要听经的。假如你都不听经，你做法会没用。你看满满的众灵啊，啊，几千层都有的。啊，说相关组织得此照顾啊。啊，希望大家能够因团体拜佛得佛光普照，啊，静心即静灵啊，啊，即法会是达到这个达到化解啊这个超度效果，不是进去就给人家控制，啊，走路就像木乃伊，像我也给静心人走讲啊，我在超度，佛在超度，要大声喊的来，不是眼睛闭了。啊，眼睛闭着对你自己最不恭敬的、啊。像你们附体在他身上，你们众人都有罪的。我跟你讲真的，啊，跟他狼狈为奸啊，来啊，给他眼睛闭了，你们都有罪的。啊，他心不善啊，你们细胞转善啊，你不应该跟他的嘞。在佛有牌位啊，啊，可以随时可以进来的嘞。像你跟了一个不正的人，还是这么自私的人，你还跟他身上，你输掉了。啊，假如华会啊。啊，这个不行了，我不给你写牌位。啊，相关组织啊，得有此照顾。啊，为阿弥陀佛慈悲啊，慈悲度众之心。啊，此外之众如何能够有此殊胜意？没有，全世界只有这家。来我们这里出家要有大力的，啊，给人家看了要跟你学，那是佛法了。假如人家看了不跟你学，你千万不要出家。我给大众讲要听啊，在坐下自己进空间，啊，你这个人已经不行的了。活在讲开示，你眼睛闭了，你不恭敬，你对佛不恭敬的嘞，啊，又是出家人家不行的嘞，啊，如果能够有此殊胜机缘。啊，得受阿弥陀佛佛光净化及慈悲，啊，超度，诸子当感恩喽、哦。啊，带动身中啊诸众一起感恩之心。能够超度的来，啊。带动身中的诸众啊，一起感恩心，啊，啊，愿受超度，啊，心难求往生的离苦之际，所以千万不要入水，啊，若水不见底的众生落于水中，如何救醒？啊，自己不苏醒，就是自己不想苏醒了。啊，自己可以苏醒的来，说落水跨出下沉，什么力量从水中啊得救？真心很重要。假如你不是真心，你就输掉了。啊，不为生，啊，
不为自身所困，人之啊舍身付出者，自然能从水中浮起。啊，能有智力啊，解脱出离。像你们不看啊，上世纪某种人都在攻击我的。啊，你说你会怕？我很值钱哦，我怎么会怕？我太值钱了，人到都生老病死，我又不生老病死，太值钱了。像我给全世界讲，只要你身体能够带终身苦，你就赚了，你把自己给救了。啊，若不是自度，就是你不能度你，啊，身障众生，你就输了。啊，则乐于水中啊，水所中流失，业中之行，都是自己把自己给害死。像现在你们生病谁害的？全世界的出家人自己害的嘞，没有人害你，出家人不该生病的嘞。我给大众讲又听悟，啊，像这落水来讲，人家讲说落水就是啊错误见解、错误行为了，啊不知清醒了，自己能够清醒就把自己给救了，没人懂。现在我们相关大伙子就往前走。啊，一直往前走，给大众讲又听我。啊，往前走，不要看后面，也不要看前面。啊，知识啊，未重。帮助人破迷开悟。这个往前走，很多人听不懂。像现在人体啊，很多人呢、啊，败笔在人体身上。啊，以为是身体是真的，把自己给毒死了。而且我也给人道讲啊，你为了身体啊，毒死你的五十兆细胞不止，啊，身体的五十兆都给你毒死了。啊，你毒死这个细胞，人家众生怎么会放过你？我讲这个好像大家听不懂啊，出家人要听啊，就是你的心态不好，人家众生都不给你化解，啊，你心废掉了，有自私自利，人家不放过你的啦。像我今天早上给大众讲了，这个细胞是科技的科技啊，它是法身来的嘞。啊，用这细胞存好心，做好事情，好做，你的身体就是科技的科技了。像那全息的对愚痴的人，就是啊，学了佛还没有见性，还为了这身体，啊哟，我给大众讲，你这身体呀、啊、也没有用了、啊，啊，人家也恨死你呀、啊，啊，给大众讲，死掉就四大分离。你会痛苦在地下滚喽！现在很多人是这样，啊，为什么要来我们香港大佛寺学佛？我给澳洲人讲，不要四大分离，身体科技科技，啊，为了一个臭皮囊啊，把自己给毒死啊！太不值钱了！啊，你是受苦谁害的？当然自己害的！啊，要不要同情？不能同情，尤其出家人，我全世界出家人讲要听，更不能同情了。三级科技的科技呀、啊！孩子们，但孜孜不倦往前行，是我想学习，只要啊不懈的往前行，
我想要停止脚步，歇息歇息啊，这好像休息休息的意思了啊，再往前走。像我们佛法是这样啊，我教人家修行啊，啊，不是讲像人家十点半就睡觉啊啊，我今天睡几个小时啊，像以前他就讲说啊，你看我再睡几个小时，这身体是给你翻页来的嘞。我给大众讲又听，他不是给你来造业的。像我们现在看到很多魔动啊，很严重的。啊，你怎么不生病？人家看不起你就生病了。我给全世界修行人讲，要听我。啊，现在修行人要大刀阔斧，行人所不能行，做人所不能做。啊，那就休息就来做，这是。修行人，这叫做这个叫做出家人呐、啊，啊，不然太对不起自己了。一个身体好来把自己毁掉，啊，不论呢做任何选择，完全不屑，啊，也歇息呀、啊，身为啊身所为。像那个啊，你们没看到祖师大德啊？祖师大德，你看看他在修行，累就休息，休息就上来，累休息就上来。看以前金光大法师师父金光大讲了很多的嘞。啊，故由心啊，发出了指令啊，指令身如何去做，啊，如问执行。啊，有这心很重要。南无阿弥陀，南无阿弥陀。像现在我也在教大众南无阿弥陀的好处啊，它是光照无际，而且这佛号听了，哎呦，这心啊，给大众讲越来越慈悲的嘞。假如我们听了佛号不能慈悲，啊，你这身体给魔众用着。看了众人这么苦啊，一直操的嘞。啊，不解前行时是我需要歇息。啊，像我啊修习，大家听得懂。所以啊，虽修行啊，虚假修真。像我们身体借用，哎呦，几十年就没有了。细胞不绝对不能老。我给大众讲要听，能量基地也好，像你像我有没有模考有，啊考了你啊给你啊啊这个精神不好，我才不会信他，啊他一进来我更大声，我才不会信你的，我救人要紧，啊牺牲小我完成大我之前的来，啊人道为重。你就很值钱了，啊，人道为这假身呢，不值钱，而且呢，魔众来来去去，啊，你的头脑那么自私，来来去去，你身体可以好，不可能。我给大众讲哦，出家人讲听哦，只要你把自己忘掉才可能。修啊，就是出了家忘了家，啊，没有后路。这是出家人。假如说你还有后路，啊，我告诉你啊，你身体都满满的了。像人的很愚痴就在这里啊，愚痴到极点的了，不能做主啊。啊，做不解前行啊，是我。歇息，虽修行，虚假修真，需要假身之存在，啊，方能够助灵性提升，询问这些。像我们现在就用借假修真，很多人不懂。
像人道不能来了，像我在超度，我觉得灵性好苦，而且灵性以前也没有佛法教育，所以我们要一天要等两天用，啊，网站赶快出去啊，全世界的啊都能够看到，像灵性很苦的来，啊，在压在山底，压在这冰山底，啊，压在山都有的，像我们以前来这里没有山的来。啊，山越来越高，我看到下层都是压灵的来。啊，要是贪嗔痴慢造业的，所以这人体要有一点点小心，啊，要小心翼翼哦，一点贪心，人家就把你压了。啊，需要假身存在，方能够助灵提升的行为之心。啊，顾家生人当善护以维持正常功能，没人懂得来。啊，由心啊发出啊指令啊指示啊身如何做？啊，故问之不解啊不解而行，是我啊这个去学习。啊，其实我给大众讲，能够不要修，啊起来就起来，啊可是不能太累，啊。爱进行后，啊，你像我教你方法，那个水啊，我们是八公的水，啊，冲很重要的嘞，对自己帮助很大的。所以以修行啊，需以假修真，需要假身之存在，方能够助灵性提升，行为之心，啊，故假身当善护，啊，以维持正常功能。众人跟的都是为天嘛。你看我三场做，我每天呢，我张水库过来敲洞呢，我还跟人请客呢，无人出我你咧做的啦，啊，我唔是咧做相看，啊，因为附体家，我一定要尽量让恁提升呐、啊。像阿明现在不错，阿明现在不错，他比较听话，我在讲他都点头，他也知道他很苦，不然他已经硬的嘞。因为我可以不理你啊，我是给大众讲要听，要救救自己，不是谁救谁啊。所以啊，但不可从哦啊，故以假身当父啊，这不可从。他要睡多少，你给睡多少啊，他要分成分成。像我也给全世界讲啊，要修行爱睡觉，可能修行不了啊。你讲拜佛也睡啊，像他拜佛也睡，站在行牌位也睡。他要坚信以来，一定要突破。啊，责任重大，像我们在超度，像我某种控制稳，对不对？给我头晕，对不对？我在唱诵的时候，他给我头晕，啊，我本来眼睛闭，我就张开，我就看看佛，佛光放得很大，啊，我就突破了，都会有。我在教你的时候，也有你做为龙就会这样，啊，某种会控制你啊。他会给你晕啊，你就看佛，还是照唱得更好。我是这样成长的啦，不然这么多魔种你怎么去控制？啊，他无所不在的嘞。啊，像这个佛法，你没有大力，没有办法的。所以，但不可从善，只是其需要啊，适可而止。从一再满足所欲啊，则一啊，实则有伤。啊，尤其如食七分饱，为一饱乃需要再食，过饱三以啊分成。啊，前行是佛啊，其实我们都是众生的，所以你们啊最好把它净化一下。它在你肚子啊是众生哦。我给大众讲，是我可如此行，但是啊需是啊适可而止，再速行。啊，若从自己停顿太久，懈怠一些，则难以前进将谨慎。